他起胸口。不会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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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痛。你这样轻轻的、轻轻的动，这个手腕它都变形了啊！给它变啦、啊！李老师、陈老师，我们两个到一段落。好的，曲线。你们要先走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们刚刚来就先做。曲线还是要做一下哦，结束还做一下。来的时候做一次，回去的时候做一次。现在想做，那你就做吧。好，没关系。嗯，还是每天要帮他动，关节面都要动。哦，你看，那不是平了吗？啊，就这样子。怎么样？不是，本来这样关节就平了。嗯嗯。关节会，你这本来它是拉这样子不行吗？所以要让它松，而且不用力了，轻轻的，轻轻的。嗯。越轻越好，轻轻的，轻轻的。对对对对。关节面让它复位，好不好？我帮你绑的时候。面料复位。对对对对。那你自己绑的时候，你是背在上面。然后你先倒过来。对，先把两边交叉。嗯。哎，对。然后起来，到前面来，打两次，动，来，打打打，绕两圈，绕两圈，再绕一圈。等一下啊。它就直了，你看，奶奶，好好玩吧？它是直了，嗯，没直直的，直直的，直直的，可以，嗯，你看，现在平了，有没有？嗯哼，现在平起来了，嗯，奶奶的手都平了，这关节没有点歪，我们把它弄正来，嗯。所以你后腿是并在一起，你再重新站好。老师，LX，他先那个不退，他左脚哈一点点就好了，退一点点，一点点不要太多，一点点就可以了，来，那开，不是开后面，是开前面，那比我们方便多了，开前面很重。奶奶的手开的，不要一直内旋。奶奶，动一动，关节要动，这关节长久不动，你这韧带都太紧了，僵硬掉了啊。轻轻的啦，轻轻的啦，把这个这里一条韧带有没有？嗯，很紧的韧带，就是韧带按着哈，按着按着，动动，慢慢伸开，伸展开，好不好？伸展开，越不伸展它，它越来越紧。嗯、很多的都不是那个肌肉紧，是韧带紧了。韧带太重要了。前面还开后面，开后面，开脚，对，奶奶的一点点给他按哈，轻轻的按，按摩他的气血量会增加。嗯
就会正回来了。他这个手是整个都是没有，他没有，没有自主能力的。对对对。那这手还会动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这个就长时间太长，不要不动不行。嗯，是不是躺在这个地方？对啊，你刚刚摸一个地方，凹下一个地方，你躺在这个地方，你躺吧，倒下，倒下，还是用手啊？想到怎么会？对，躺平了就好了。是这样吗？嗯，对，有点斜斜的，角度会有点斜。你这关节们整个都要跑了，嗯，要不然回来要点时间哈。嗯，但是你每天要轻轻的旋转它，那个关节们松，是不是？前后要动，左右要动，关节们才会动。这个还，这个都是肌关节哈。嗯哼，一定要松了，要不然不松不行。嗯。这个就慢慢的，不要急，不要用什么拨筋啊，什么都不需要，筋呢就慢慢会松，哦，动它就松了。手好像胶球一样。嗯，哎，这块就是讲气血循环不好，你一直抓着哈，没有动它，它气血循环不好，跟那个什么一样，那个类风湿关节炎也是一样，它后期指尖都变尖了，嗯。很舒服。我就现在手不会卷在一起的，没有，慢慢会伸开的，就正在松，嗯，好，我知道松，慢慢它会松下来，一点点松，一点点松，韧带越松。你手越直了，这就不会卷在一起的，卷在一起呢，血管就折了，气血循环就不好了，血液就下不来了。嗯，他的那个手臂的上臂还有点肉，跟下臂几乎都没有了，靠近手腕的地方都没肉了。这气血不过来啊，哦，血液过来少了。血过来少了，营养就过来的少了，那必然的啦，哦。已经松很多了，这条韧带松很多了，它就慢慢就会打直了。另外呢，这里一条很硬的韧带哈。嗯，这条韧带。这里一个上背下来的一个韧带，这里。会很紧，再松。老师，你把衣服打开，嗯，才照得到。这边好，两条肌肉的，啊，肱头肌的肌肉的韧带会来到这边来。这个轻轻按一下。按什么地方？对对对，会在这里。嗯哼。我拿那个书给你看，我图哈，这里安排一下。